德胜利成立于2003年，占地300余亩，设青岛海滨工业园、青岛张家楼工业园、青岛王台新动能产业园三个厂区。自创立伊始，便以务实的姿态专注从事智能物流仓储、成套设备和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研发、生产、销售。20年历久弥新，承载着德胜利人、德报社会、利益共享的使命担当，加速建设智能制造平台，潜心打造智能物流仓储成套设备和智能立体停车设备数字化智能工厂，引进大型高精度智能化先进制造设备，以高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优化生产全流程，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邓林企业、山东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致力于打造民族高端装备制造业品牌，服务高质量发展，智慧城市、智能工厂国家战略，自主核心技术，企业不竭动力。多年来，德胜利加速创新引擎，组建了以行业专家领衔的专业团队，公司技术中心被评为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等称号。作为创新技术先行者，德胜利与中国石油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产学研合作，自主拥有专利技术180多项，产品被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山东创新工业产品等诸多称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力库